好，星光四班的前十四强今天进入了和学长姐的合唱赛了。主办单位把前三班的学长姐全部找来，包括一班的三少，还有二班已经发片的神木雨桐。为了有良好的表现，大家都卯足了全劲。这一集和下集的内容带您详细来看。爱就只要你一个人了解，我就够了，泪已经流干，一切都太晚。学长姐合唱有好成绩，四班的前十四强个个卯足了全劲。只剩下白色地平线都布满在眼前，悲伤它总是一瞬间清醒了我。和已经发片的有命合作起来，方佑兴颇有架势，而有命的搭档黄美珍和 Rock 林鸿明合唱更是一绝。来什么期待，神木雨桐合作，两个人都唱得很嗨，而同样放很开的还有夏俊峰。叶伟霆唱起歌来就像热恋中的小情侣，当然不能让二班专美于前，一班的学长也不遑多让。我往哪里找，想你这么潘玉文，当然少不了另一少许仁杰。打开你的掌心，让我看看你深深幽深的秘密，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。学长唱的卖力，但都敌不过二班的人气王梁文音和小萧敬腾、吴德宏来的深情，两个人最后以最高分抱回奖品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在哪？什么可惜，反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没有了自己。哦，嘿，我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有主流的深情对唱，也有洪千涵和林依蓉两个音乐才女的另类表演。也少不了。咱若是听到一个无心的人，情茫茫茫的半生无缘分，就等流水绵绵相思，多情多怨恋又搁想起。不论是诠释什么样的歌曲，星光的同学们都表现超水准，这也让要暂别星光大家庭的桃子感动落泪。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，桃子，你是最好的。我是，但是不要他来说。
拜托，换个人喊一下。你是最好的。送上祝福及礼物，相信前三班的学长姐会有更好的发展，四班的同学们也会继续唱下去，就等大家长桃子归队。